再从这个倒数第四行号这个地方再讲啊。佛彼为凡夫外道，至于邪常，诸二圣人于常即无常，共成大道。故于涅槃妙义教中，破彼渐渐而显说正常，真的自我真境。好，先讲到这里。
我在你眼中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翻出现在的话就是灵魂的意思啊。那我们佛法不讲灵魂，讲生死啊。但是他是讲那个灵魂跟佛法的生死又不一样啊。他那个灵魂啊是有一个实体啊，而且是永恒不变的。而且不可以分割，这个叫做灵魂。那佛法呢？那个生死并不是不可分割了，啊，它是可以分析的，可以分成八识，对。然后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是永恒不变的话，那就没有人能够修行发菩提心来自己成佛，对吧？所以那因为。执着灵魂不变啊，所以永远就是这样子，不会改变的、啊。然后就会进步啊，修行嘛会进步啊。那如果是堕入三恶道，就永远是三恶道啊。啊，那如果是在人道，那永远是做人的、啊。那所以变成那个我啊，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就无我，在无我中即有我，啊，即观的即观的见道啊。一种颠倒，这是第二道。那第三块颠倒就是在无我中极乐，那我快乐会受在呀？啊，分别妄想执着所有快乐，譬如空门环珠熊九阳的熊在五欲里面呐、啊，啊，这个生相为受法，这个梦有怀孕，梦想分别不快乐，啊。在色欲里面呢、啊，觉得那个色是一种快乐，啊，啊，在声欲里面呢、啊，声就是种种音声，不只是音乐了，啊，当然是以音乐为最重要的，来自于种种音声，男女啊，讲话的声音呐、啊，啊，当中有快乐可得，叫做无乐极乐，啊，在声欲中无乐极乐。色声香也是一样啊，为触法，就从这个五欲里面没有快乐，而妄想分别有快乐可得，叫做无乐极乐。那第四种颠倒啊，是在没有清净的地方啊，被妄想分别执着有清净，这个叫无净寂静啊。那，譬如说，修种外道修种种法啊，金对外道修金，这换来换来，啊，一些一些来换，某些不清净的，一个动作是清净，啊，换来是无净寂静，啊，啊，这个就是凡夫跟外道的颠倒，那。那二圣的颠倒一样，都是斗病啊。二圣颠倒啊，是常即无常啊，那乐即无乐，我即无我，静即无静，哎，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凡夫的外道啊，是因为无欲六尘来临啊，啊，这叫无法来临啊，无常即常，无乐即乐，无我即我，无净即净。啊，凡夫啊，是在凡夫的外道是在这个无欲六尘里面，无常即常，无乐即乐，无我即我，无净即净。啊，那等到修佛法以后啊，就离开欲染，离开欲染以后啊。那就跑到另外一端去了，哦，就交往过正等于是啊，那，常即无常这个这些，即无的这个层次而言呢，啊，常即无常是真如法，一切法都是真如法所现的，那二圣啊，他不见真如法，所以呢，与真如所现的一切常法，他即为无常。啊、哦，很讲我，那无
不尽真如本性啊，而与真如所现的一切有漏之处，即无漏。所以，观众人见一切法，自见是苦啊，所以一切法都是空，所以即是处理呀、那如被我即无我，一切法因为都是真如所现的、所以这个我呢，不是那个凡夫外道的我，而是真如的那个我真如的那个相与我来代替啊，他那个我知，但是并不是那个我的意思啊，是层次问题。那而生于真如所现的这个真如的本相，这里就称为称为我啊。那而见作无我，认为一切法都是空而没有空头没有的啊，一切法皆是空啊，连真如本体都没有啊，所以称为与我即无我啊。然后第四种这种人呢，与这个真如本净之法啊，一切法皆是真如本净之法，即不净啊。那么这就成第四种见道。所以而生于常真如所现的常法即无常，成第一种见道。然后真如所现的我即无我，成第二种见道。真如所现的乐即无乐，成第三种见道。那真如所现的一切清净本然的法而即不净，成为第四种见道。所以凡夫外道的四种见道加而生的四种见道，就变成八道这样子。八道，所以凡夫为习，凡夫为八道习就颠倒啊，修行啊，理性啊，让周习为习将为颠倒啊，他将用东西啊，被作为颠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这里啊，非自内。那传经这个妙理，妙理的这个经道而言啊，有破此因为过去因的偏见呐，偏就是偏经的原本概或者偏见啊。然而显说正常啊，显说的也明显的说出来了啊，明显的说出来，明显说出来，通电。精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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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因缘归一，就是跟他关于言语啊，言语表面上的意思啊，一个言语表面上的意思啊，分析的微观的言经加意义啊，也可以这个经义啊，真正的意义。但是你断灭的无常啊，断灭的无常，其实呢，对方所谓的一了百了，这断灭无常啊。那就当心，那种龙魔啊，那你就断灭啊，无常，即确定的实常。他这个啊，断了以后，因为这是常法，这就是无常法，无常，即外道的无常啊，就是空，一了百了啊，叫做无常啊。他另外是关于外道的。法道
无糖下班的正好是糖，无糖下班是糖嘛，啊，那个糖呢是死糖，就是说死板板的啦，啊，把一切把都变成，死掉了一样，啊，就是永远不会变的，啊，这个死是，完全不会变动的意思，啊，叫死糖，确定，这个确定的意思是不变的意思。啊，不会变动的死藏，来破解佛的为圆鸟啊圆满为鸟的最后的威严啊，所以你是覆盖和这尊兄妹的这个理念呐啊，圆满微妙的理念，不来世又不来世啊。你就是这样的心肠啊，你虽然跨出来你的环境啊，但是你就是不这个离婚啊，啊，没有真正解长跟无常的意思啊，啊，所以用按盖子来破除他的这个执着的偏见，纵然偏见有何所以？他哪里啊？是了理，啊，清净的，有些没作用，有些没增加你的还是增加了啊，增加智慧呀。心道不然道无所及明，因走无常心，佛说有常心，不知方便者，由存此实力，我今不辞功，佛性而现前，非是相受于。我亦无所得啊！事业如今各业移民之策，彻底邪而废。有这本书帮我了解学堂啊，有会灵感的白毛啊，我就了就带一些新的工作来啊。工作的因手无常心，因为我心性之类无相的心嘛。啊，心性也不消化，这个心嘛，所以未当感悟啊。佛说有常性，啊，佛说有常之佛性啊，啊，我最终太极宗这个佛性啊是有相的呀，啊，就是讲这种相就是讲未怕无事啊。两个动物的各种流向啊，不知方便者，那怎么来啊？无方便，方便的话门啊，啊，去修行啊，而修功德啊，这些人家方法一般修啊，一般修啊，不会没开悟啊，还没解掉啊，啊，有从此实力，就跟那里。趁心爷祠堂来临去救救他的赶快按照这些意思啊，因为趁心爷们祠堂来临去救救他的祠堂来救他的心去救啊，他就救救他的心，就是说去拆胸部该重要的文件，胸部老鹰的文件啊，那趁此里面可能有很多花啊果啊啊，你可以去摘取啊，但是你不摘花啊，或是去果再去捡石头，那所以变成就说本末倒置。我今不施工，我。现在啊，失就是忘失啊，啊，虚空虚妄的失是其一切功用，功是功用啊，忘失功用就是用乱修的意思啊，啊，不知方便的乱修啊，佛性而现前，佛性啊，因此啊，因而反而就现前了，一乱修颠倒。不好啊，三个成功，顺序的话
理，请示为是。妙祖大师看到的书中的人来难问啊，就是问难呐、啊，啊，先起恶心，因为啊，有时候才是五点多啊，哈、啊，一点半啊，阿伟啊，哈、啊，一万多啊，哈、啊，那万多没有去为，就要请我去为啊，所以有时候就等于是来归刁难啊，啊，那等于是跟他要这个比试比试啊。啊、哦，然后讲一些找一些难题要来问他，啊、哦，这不只是六祖大师这样子，是真的时候也很多外道是这样子嘛，啊、哦，所以要来试他的功夫啊，哦，那先起恶心，所以一些东西，你恶心来了，啊、哦、啊，连这个有生嫉妒心啊，那念头啊，啊、哦，所以，就是恶心的来，不其脚下，在里面走啊啊！啊，那就来自就敏而畏惧，有点命令的啊，不会哪里不其善心而心而恶心的来啊！是够了，学到自然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是清除啊！那就是高人啊！一切的信念和恶念啊，由衷应当啊，禁毒啊，不管是信念还是恶念嘛，啊，因为这个信念的意思就是说，你自以为是善的，但是不一定是善的，叫什么？因为这个要看当机啊，啊，譬如说，我们是按要神秀大师下来对吧？啊。啊，一啊，是我是合心态状态啦，啊，啊，一来先有表态出来问他的声，你就是因的祸患啦，因的护持因的患啦，啊，啊，所以你来问他的声是因护持因的患，所以就是这些现象嘛，啊，他必须里面现象是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善念，其实并非善念，啊。所以六祖大师就开始说，你一切你认为你自己认为是善念的、啊、或者是恶念的、啊、能够爱的心毒啊，啊，有名可名啊，乃至啊，便就是在无名的名中善恶之名，没有善恶之名可名，这个第二个名是动词啊，可以去明一切法，乃至见十无善恶之名，可明一切法。啊，乃至变有功，其在于病魔心不具名啊！啊，也当有一切法，也当去清惑一切法。功法就是心，心法就是恶法，啊嘞。名誉自信，这个第三个名是假名啊，按假名与自信，一切法但是假名，这个从自信显出来的法，所以是只是按一个假名啊。有耳自信是名实性，但不二是什么？二就是。相对的法啊、哦，相对的话就是两个啊，啊，善恶染净凡圣等等叫做二啊，就没有善恶染净等等二法之相的性啊，叫做实性，叫做真如实性啊，于实性上建立一切道门啊。佛是问啊，就是在这个真如实性上建立一切教化之门的，天下变虚之间，按哪种按你把你了解了啊，念他这些去动了，不去加了，马上就爱
一个例子，五堂聚堂啊，有用单幅的电脑啊，然后也是无我即我，为什么？因为那个本性就是我嘛，对，那与这个没有我没有本性的地方去，没有本性，那就是无我即我啊。
大概大家认为大师啊长久有效，你说中有最上正法就是禅宗啊，但是太阳云就认为大师啊有退让啊，从南无大无极为能禅宗啊，能就慧能啊，慧能所引导的禅宗啊，应受弘忍大师也皆依法啊，传佛心印以及团队和众生印上啊，克勤提问，所以地下里面地下里面下里来能问到了来请问也也活动金钱美食学检迟到引擎，所以啊有家也有九级的美食睡觉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是美食生美食生啊，也是宦官的记忆太惨了宦官来做美食生也因为美食这种官后宫啊，也有宫里有更大的宫费的代替啊这里太感冒都缺钱了一些内事这些等于是内务总管的意思此高引擎就卡位啊进电梯接着这边红杯招数啊去迎娘家这边叫做代事原师慈念束缚上心希望这边叫做代事啊自己啊经济家乡因为家乡离这个是真实的长安呐九安山西金马北安呐思想表刺激这边叫做白色啊就雄六这六啊就是做做臣子啊最新啊是做寡人然后皇帝退啊叫做六刺激刺就是地方的意思激啊就是一激因为发病啊发病所以啊激转啊这是就是刺激的完刺的未完的掉啊圆通明路希望送这些众生一些人用断灵路三年那些人这些默默的就加就掉了学检验这类内事大内事的功啊内事大人啊这功精诚参德皆云欲得回道必须做禅机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知有也为生世所说法如何因为学姐呢就因为加工因为有后台是一个问题那所以有文化的你有工这家下这个禅德啊西禅的大德啊或者禅德啊西禅的大德龙中洞啊从欲得回到会的机会啊道德佛道修的这一回也会多啊第四个案在乡西丁莫安为塞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你拿出功劳莫因为这类乡丁就是说这一项嘛一旦得就是能够啊一旦这类带出来啊未知有也是无法无为啊未知有就从来没有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那么就说绝对不会有这种事了为甚甚就是清楚不清楚或者不就是不知道你在那拜师的你受供的关系按照你吗四月道有行物取在作业今若言如来若作如我顺序
有的，不是一定有做，不仅不一定是有做禅坐。这样的话，你如果有禅没有悟也没有，有坐没有悟也没有。那如果有悟，你不管你做不做都没有，都无所谓了。啊，那么做的原因是干什么？做的原因是让你色心不乱，然后色心不乱，因为生定心不。与定心与道相应，所以是一种方便的啊。所以，我一再讲啊，那个禅定它是一个方便，所以不要把禅定，不要把方便或者把那个手段当目的。这句很重要啊，不要把手段当目的。但是众生很容易就迷失掉，做一件事情以后，然后就一头钻再进去就出不来了啊，不管修什么都在这个样子了，然后头再进去以后就不知道说哇，这个忘掉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啊，因为这个就是目的了啊，就所以入了化成，记得吧，法华经所说的化成，那么这个禅定也是佛的化成啊，但是这个化成可以也不是没有作用，可以一步一步带领你到涅槃城，等涅槃城还没到的时候，不要把化成当作涅槃城啊。那如果讲涅槃城，可能还怕有误解，应该是带领我们到法王城啊。那问道是有心悟的啊，不是在做啊，但做有助于道，但是做并非道。Thank you.
钱的啊，然后到了境界以后啊，其实所证到的就是自己的本觉 啊，所以就是无证无德，可是虽然无证无德，但是并不是没有去烦恼，并不是没有了生死啊，还是有去烦恼啊，有了生死啊，习惯作业啊，习惯有做还是有做可做啊，所以这个先啊。北方啊，说法的东西，建木方面的、建修方面的，所以就一定爱这些啊。但是就没有讲这个真木方面的啊。简略，弟子回心，主上提问，愿是慈悲，指示心要传道两空及精诚学道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明德真理，明明无处啊！大家，这些年啊，我这就懂。对自己的那种回家啊，祖上地位对，后辈啊，祖小啊，也就来的梦话啊，祖妈公，那个我，你跟你家代师下过来，啊，代师按照开始，你给我讲一句话听，陪着我讲。因为他还老是脑袋呀，啊，所以话很久，但是哈，那个普贤博士啊，他们这个剂量是很大的哈，回来啊，啊，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种，因为他总是觉得，这个我想是这样的，他总是觉得很纳闷的，不知道那一天晚上袈裟折起来的时候，我们在供什么。公心的代志，你这个怎样啊？啊，太阴了，太阳去偷袭了，公有一点出来啊。那所以今晚就没有红的这个力量，那个进来，一起就要进来啊。那过来也交流，这五祖佛人大师所供的呀啊，因为这个红的已经来越久了，这个红的已经有。就不但是应该不敢讲无讲啊，有，但是你这样讲就不但是他，这么有分布啊，啊，没有去逞要逞强的荣华富贵，有，你看看，啊，你起码那种红的你看一些，是红中，看不来了，哎，加一些红中。你看，动物一方啊，啊，家一方用的比较高斯啊，你知影无？对无？就高斯啊，啊，你知影？你看到家具，不是讲这在画家的，对无？一定是这上少嘛，国家的看的一车嘛，啊，那是等等到家里看的车，对无？啊，然后那个思维啊，运金啊，唔知话最无谓啊，对无？哦。是为什么是吧？啊，你去你讲了后面出来讲啊，啊，他顶的呀，你看。